但听过姐姐有最完整的全套节目上之后，有听见吗？不用太细，就让太详细。对，我从那一趟洗完以后，我都跟团员说，男生女生都要去洗。你们知道为什么？因为男生一定要一辈子感受一次像被皇帝一样的服侍，没错。那女生没有去洗，你怎么知道你的身体原来可以运用到这种程度呢？真的，可以去学一下技巧，真的。对，因为他在广告词，没错，可以去学一下技巧。